嗨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近半个月过得如何？今天又是从打扫卫生开始的视频。通过每天打扫这件小事，我发现人生的很多东西都是融会贯通的。前段时间见了些朋友，听着大家翻来覆去说着那些老生常谈的职场话题，诸如偏激的上司、个人的努力以及无意义的工作等等，有一瞬间我觉得非常玻璃，因为他们觉得不值当。觉得玻璃是因为我脱离为别人工作的日子已经很久了。觉得不值当是因为人生可以有大把的时间让自己的生活满意起来的。抱怨无法让生活变得更好，因此对于工作中那些让你反复抱怨的东西，我们更需要找到恰当的时机去清扫干净。今天早上准备吃一个三明治，里面是芝士、培根、圣女果还有橄榄。又到了吃香瓜的季节，这是我夏天最喜欢的水果之一，水分足，脆而香甜。最近的生活平淡而舒适，简简单单，遇到问题解决问题，没什么不知所谓的内耗和烦恼，算是比较理想的生活状态。希望大家勇敢做出改变，并不是怂恿大家都去辞职，因为每一份选择都需要舍弃掉很多东西。衡量这些结果，要么改变，要么停止抱怨。构建自己满意的生活，才是最终目的。It's like, friend zone. No, this is...